听说春春要远赴巴黎时装周看秀，作为真爱粉呢、啊，小阔昨儿个起了个大早，屁颠屁颠的去机场送春春了。瞅瞅，这还没去秀场咧，穿的就已经很吸睛了，从头到尾一身黑呀，相当的花身呐。而且跟很多明星去蹭秀看不同啊，李宇春这次可是纪梵希总监亲自邀请去看其品牌的秀。说通俗点啊，就是那边敞开大门，翘首期待，就等咱春春去了。听上去赶脚老牛叉了，应该说是去看朋友的秀的心情吧，因为跟他的合作是蛮多的，然后他人也挺好玩的，非常有趣，所以这一次的心情就是又去看一个老朋友的一个心情吧。听听，逼格高的人说出来的话都不一样啊，多少人跟小阔一样啊，挤破头都想去看秀，人家却云淡风轻的来一句看朋友，简直把我等凡人甩到另一个星球了好吗？不过不要以为咱春春只能玩高大上啊，人家其实也很接地气的嘞。就像这次去巴黎啊，嘿嘿，爱好摄影的春春就带了一样适合屌丝小阔玩的神器。最近在玩一些就是新的一些小设备，就是广角的自拍的一些东西，这次有带一些新的设备去玩。是有那个自拍神器吗？就那个隐身缩的感。对对对，我刚刚开始玩那个东西。有个悬疑乐，跪求春春和我自拍一张。北京报道。